现场及屏幕前的张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采访席，我是主持人狂人，坐在我身边的就是 RNGM 的暴风瑞，来给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 RNG 的中单暴风瑞。哎，那么暴风瑞，今天的比赛也是非常的给力，那么你觉得你在今天的比赛表现如何？我在今天的比赛表现的话还行吧，就是第二把玩芈月的时候有一波节点没去点塔，这个还是有失误，就没有在最需要去点拆塔的时候第一时间去点，所以稍微浪费了一点时间。对，浪费了时间。不过确实表现的已经非常的出色了。哎，那今天的比赛当中是出现了周瑜加上刘备这个组合，一出现的时候你当时的内心活动是什么？内心活动烧透露，但是以我们就是调防的话，相信我的队友是能守好塔，拖到后期我们这阵容强开还是能赢的。哦，也是用各种强打的一种方式去逼迫对方周瑜。哎，对，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应对思路。嗯，哎，那我也要为我们广大的召唤师们向你求一个良方。现在周瑜啊，在王者荣耀当中各种横行霸道，这个战火连篇啊，现在有没有什么很好的兑现周瑜的小技巧或者小套路呢？兑现的话，单兑现基本上没什么英雄兑现得过，就叫队友啊，比如达摩、杨戬、哪吒这种英雄直接团战就是开他，就不用管他是被强开的话，他没有任何的反弹能力，是根本躲不开。好，明白了，就是用哪吒、达摩这种强势开团型。对对对对，直接打崩他，直接打崩。哎，好，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暴风瑞 RNGM，你知道 RNG 代表着什么吗？给大家介绍一下。 RNG 的英文的话是皇族永不言弃，就中中文意思，中文的意思。对对对，皇族永不言弃。 Royal Never Give Up。 好的，感谢暴风瑞的采访，让我们稍作休息，马上回来。